鱼池乡虎头兰不但品质相当优良，现在也正式盛产期。为此，鱼池乡公所以及鱼池乡农会特别前往关心花开的情况，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多选购在地最优质的虎头兰。对，因为今年是虎年，所以特别的，花那个虎头兰的量还是销售的非常好。外观呢，因为很霸气，感觉到放在家里的话非常的亮眼，尤其放在室内非常的显眼。而且它本身它感觉就很霸气，所以非那个消费者非常喜欢。对，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买到好花，而且希望说挑到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话，应该尽早来产区这边挑选哈。因为随着过年越来越近，那大家就是买气会越来越强哈。那及早来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花。农民也表示，因应今年是虎年，因此虎头兰销量相当好，摆设起来也相当的喜气，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前来选购。那我们这个季节呢，刚好就是我们虎头兰盛开之时，今年又恰逢我们的虎年。那我们呢，今年你看到我们后面我们今年花况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大家能够在家里面呢摆放一盆我们的虎头兰，把这个虎头兰抱回家，虎头象征福气在头。我们呢抱这盆虎头兰回家呢，可以让你从第一年呢，从年头好到年尾，从虎头好到虎尾。今年因为是虎年，所以讲伊的产值有较悬，因为大家即卖拢会在想要来买咱的虎头兰，也希望大家趁着这个机会哈，可以来多多来采购我们鱼池乡的最好的虎头兰。县议员王秀树指出，鱼池乡东光村虎头兰品质非常好，送礼自用两相宜，欢迎大家前来产区选购。即摆吼，阮的鱼池乡咱的兰花吼，也即将展开了哈。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过年哈，家里来摆设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兰花哈，都会添加了许多的美丽哈，让我们的鱼池乡的特产哈，喜爱兰花的好朋友哈，都可以来我们的鱼池乡的东光村哈，来这边采购我们的兰花哈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，欢迎大家来采购兰花，来放在家里来摆设。农民也表示，今年恰逢虎年，因此买气相当的旺盛。也欢迎喜爱虎头兰的民众要把握机会来选购最优质的虎头兰。记者邱平义于池采访报道。